在繁忙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舒压享受之一，就是来一口香嫩多汁的美式炸鸡了。外酥里嫩，香脆多汁的金黄外皮包裹着嫩滑丰满的肉质，每一口都是味觉的盛宴，令人难以抵挡。这间连锁炸鸡店源起台中，在这座城市已有多家分店，是在炸鸡老饕们口袋名单里必备的一款薄皮嫩鸡。使用台湾的优质新鲜鸡肉为基底，以极致的匠心料理每一块炸鸡，其高品质和无可挑剔的口味成为美食爱好者青睐的首选。肉我们两个可以吃两桶，一般我们吃到炸鸡块主要是怕它会柴，那它这个的话等于就是说它的皮比较薄啊，那薄皮的话它其实炸起来的话比较酥脆。基本上台中所有的炸鸡我都吃过，那这一家的话其实我们在吃，我自己在吃啦，就是不用说去加什么额外加一些胡椒粉啊辣椒粉之类的，吃起来的话算非常好吃啊，蛮符合的胃口。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才会推荐给我们的消费者，秉持着这个炸鸡是我们自己的小孩自己的父母要吃的这种口味跟这种卫生条件下去制作。先生需要什么？我要一个全家餐。还需要什么呢？再一个甜不辣。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薄皮的，吃起来感觉更健康一点。这家对我来说就是 CP 值它其实还蛮便宜的，对，算蛮高的，然后吃起来又好吃，鲜嫩多汁这样。它伊的迄个皮真正较薄，伊的皮较薄啊，真正无迄个香料的味，没有加香料啦。哦，因为咱这个皮吼、哦、较健康、较天然，所以香料味较袂。伊的炸鸡真正天然，伊的内底香料真正拢无，有青，真正好食，真个好食。当初在设立的时候，就秉持着食材新鲜，做什么东西都好吃的原则，所以直接跟电宰厂签约配合，然后呢，当天现宰的鸡肉直接再回来店里面加工处理。彭老板秉持着食材新鲜，做什么都好吃的初衷，签约符合 HACCP 标准的电宰厂，每一批鸡肉都有他的身份证，过程没有经过冷冻，第一时间新鲜直送，直接进行清理以及腌制，以保持鸡肉的最高鲜度出餐。新鲜鸡肉从制作到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约莫最快就要16分钟到17分钟，所以我们坚持现点现炸时间可能就是需要这么久。其实我们卖的产品不多哦，鸡腿、鸡块、鸡翅跟鸡软骨哦，这四项产品是我们的主打商品，还有这都是我们自己精心调制的。用心现做的美味是值得等候的，令人着迷的金黄色外皮仿佛是一种对食欲的诱发。无论外送、外带或电话订购，这款炸鸡一定能满足您对美味的苛求，让人一试成主顾。除此之外，爆浆的马吉烧、千丝的起司条，以及有别于一般市面的香葱吉拿棒等等诸多选择，每一样都是为这场美食飨宴加分的存在。我们很感谢这几年来支持我们炸鸡的消费者，那目前逐渐的开始茁壮，那也希望各位继续爱护跟支持我们。好吃的薄皮炸鸡难寻，彭老板选择在台中立下品牌根基，每一家炸鸡分店都是一处美味的殿堂，亦是充满笑容的温暖所在。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饕客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寻访美食的行列，品味这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滋味。